今天就是天文岁初到新年，一定欢迎各位过一百三年，农历微节就是来四月二十八日，中时大吉的吉大，中时就是要恭祝新店宝桥福寿宫，普佑地运福德进行，天上圣庙，立威无不降尊神，圣诞万寿千秋，圣寿圣圣寿，由咱罗下神圣圣的福地主，这是咱三宝仪福圣殿。 当属长大年的全体员工，一齐诚心诚意叫声声音，多谢神奇，无少着做，聘请着咱来自泸州精声国乐团，伊上个鼓励，办下咧恒专台大七八千大会所来庆祝，希望咱普佑地军，或者进行天上圣庙，因为我们不降真神，在不做大天神威所消灾降福地来，我们不必咱占多余福寿殿。 大头家、大老板、大董事长、伊党爷员工，行当当路，行西一步，叫咱北车先是拢聪明烦恼，当人西国去，万事拢如意，红牛谈无牛皮，家业兴隆大赚钱，家业兼利息，赚钱是哪赚水，一乡里二真相，三品高香，四时分节，五福临门六条兴旺，七七招妖，十条腰牵，九转乾坤，七转十里，八运亨通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。 学剑平安全家福，福如东海福强乐，乐享开怀乐延寿寿比人生乐永永。今年财宝年年龙滚滚的家门，梦境胜利兴隆开，开车大吉行福运，运来生功的建材，财源滚滚同舒海，海上做吉大丰收，修身养性的人好，好气生财变幸福，天降人间富贵春。 若输吉祖团结孙，寿诞吉日向荣华庆祝世人万寿兴。后七日即我先带个花糖一同庆贺，今母驾好世人我等上好。母通儿，一同驾去唱戏。同时，一同驾去唱戏。